哈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成哥。这个视频我要和大家说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2019年9月16日，我在 B 站发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视频，到现在已经过了四个多月了。这段时间我过得非常开心，最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你们，一直以来支持我鼓励我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，鄙人不才，承蒙大家厚爱。但是有件事一直藏在我的内心深处，令我心神不定，寝食难安，夜不能寐，如坐针毡。每当我想起这件事，令人窒息的恐惧感就会向我袭来，我很害怕，我怕三十的祝福太多，你会看不到我的问候；我怕初一的饭菜太香，你会收不到我的消息。在这里，成哥祝大家鼠兆丰年，心有所属，非你莫属，乐不思蜀，数不尽的快乐，数不尽的幸福，数不尽的笑容，数不尽的钞票。数你最强，数你最棒，数你最帅，数你最美，数你太美，贝贝。另外提醒大家，出门在外戴口罩，回家洗手打香皂，没事儿甭去凑热闹，也别偷着放鞭炮。最后说句最实在的祝福，祝大家健康平安，新年快乐，比嘎比嘎。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来，就是。